边是机场，一直看到有飞机，还不错哦。这个泳池看起来就很棒，嗯，有质感。它的大厅，那个迎宾的那个广场很大哦，有很多的车子，计程车在 stand by， 然后还有酒店自己有派车会接送机场来回，有这个济州的代表的吉祥物。酒店大堂的旁边有一个咖啡厅，这可能就是它的众多咖啡厅之一。它这一间酒店一共有14间餐厅，然后9间那个 laundry bar 咖啡 bar。酒店的四楼，我们现在是来寻找君悦的中餐厅，然后来到四楼，看到一个甜点店，2000，一万是250啊，6000就是100多。一个菠萝6000。6000-7000，大概都在这个价位。2000，那是一袋。你看这个抹茶的，哈哈，这个桃子造型好可爱哦。抹茶的，你看，13000。那你看这个草莓。走了走了，我们要去密室。这里四楼有甜点店，有童装店，
然后这个楼梯通往楼下，哎，楼下也有中餐厅，哎 ，China House， 还有韩式烤肉、休闲餐饮。这行李箱看起来像是扣掉了猫猫啊，呢，好好笑，造型、衣服，一只很大的熊。我在露营。等等，哇，这里好漂亮！你看这个长廊。也可以拍照。哇，可是我觉得用露营的比较好看，拍照拍不出它那个临场感。它这个30%是三折吗？还是七折？七折，30% off。不是这个快钱是？这是啥？哦，提款机是不是？提款机啊，不晓得，好大一台哦。他们提款机看一下，哦，这是有一个萤幕，哎，也不是，对，有一个 touch 的萤幕，应该是提款机没错了，好大哦。我们现在要来三楼，刚刚以为四楼有中餐厅，结果他跟我们说中餐厅要到三楼。三楼也装饰得很漂亮，真的有跨年、新年跟圣诞气氛都有。那个我爱济州，很棒哦。这里也是有服饰店，然后，哎，这应该是属于比较运动品牌的，也有小孩的休闲运动品牌。很漂亮，等一下可以来拍照。这是鞋店，它的每一个店名都会加一个梦幻 Dream Shoe Dream Bag。 那边有礼品店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拍啊。他们现在拍。我们今天在君悦酒店的三楼 China House 享用中餐。这进来里面是一个蔬果的展示区，这应该都是真的。哇，这个辣椒，还有很多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君悦饭店它真的是很用心，很厉害的厨师。这是座位区，我们的餐已经送来了，吃完好不错。我们都点了一些。今天吃了漂亮的小猪猪，那是奶黄包，不是猪。我就喜欢吃猪啦。有鲜虾烧麦，对，鲜虾饺，对。有鸡肉吧？这是什么？好像荷叶什么吧？荷叶，他写荷叶包、啊，荷叶珍珠。那我想想，应该里面是糯米。对了。萝卜糕、豆腐，这都是我爱吃的，不好意思。对，真的，看哦，产品这样子台币、不是，韩币62,000。我们来享用，开始享用了。这边是君悦酒店的8楼，八楼有一个池畔泳池、池畔酒吧、池畔小屋。今天户外还蛮冷的，所以我们没有打算要游泳，只是来闲晃一下。这个是8楼。啊，还有飞机。大部分都是大人带小孩来玩水。你摸看是热的还是冷的？你摸。
温啊，温温的，温的哈。哦，这里也有女性的 SPA 池，这里有大人小孩在玩水的，都是热的，都在冒烟啦，所以确定是热池子。很烫哟，温温的，比温度应该是在。然后这是这边看出来，济州市。应该是机场，一直看到有飞机，还不错哦。这个泳池看起来就很棒，嗯，有质感。还有一个无边际的，好像不知道在几楼哎。我们下次下救生员蛮多的，救生员很多个。我们上来这个君悦酒店的38楼，38楼是一个 laundry bar。我们是特地为了韩式炸鸡而来的。服务员介绍说，这个 laundry bar 的韩式炸鸡很经典哦，就是很道地的韩式炸鸡。现在已经晚上12点了，客人有比较少了，本来是客满的，然后我们等到人比较少了才过来。这边是厨房的位置，音乐放得很大声。这里是嗨，韩式炸鸡吗？韩式炸鸡哦，有美味吗？Mojito， 那个是服务员介绍的。好吃的炸鸡，嗯，一口酱。哪一种酱比较好吃？我觉得芥末酱我比较。芥末酱比较好吃哈。嗯，好吃哦。然后这里38楼的夜景看出去有酒店的名称，被柱子有点挡住了 ，Grand Hyatt。然后无敌夜景，无敌夜景，38楼看出去。都是近在眼底。我们的房间是18层，还没有这个38层看起来这么美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坐在这个窗边的座位，漂亮的夜景，享用炸鸡，欣赏夜景，美极了。是的，好吃的炸鸡，快来哦！太美了，太美了，你的人生太美了。我也是。